主导的，对不对？那对，然后呢？给我很大的信心啊，对，在这个写歌的路上，然后啊，我想谢谢一位朋友，因为他呢，就是在我那个时候那个公司，就是他也是在就从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这位朋友已经就是有跟我一起打拼，然后呢，也是他，就是我很记得，因为这个歌就是我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呢，就写到某一个时候呢，就觉得哎，我不知道了，好了，反正就随便了，就有 deadline 嘛，就有那你们怎么说死期吗？限期，deadline， 死线，对，普通话也不是死期，对不对？普通话指什么 ？deadline， 谁给？班给啊？谁给？中年超市怎么可能 deadline 给谁给啊 deadline 哦、怎么可能是谁给 班给啊是吗哎呀好像反正 OK 班他好啦反正这位朋友反正 我因为他是负责去就是比如说我的专辑他有帮忙这种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A&R， 应该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吧 ？A&R， 我到现在是 artist and repertoire 吗？好了，算了，反正就是一张唱片有很多人一起去做，然后呢，这位朋友就是我那个时候写好这首歌就算了，好，我丢给你了，我不管了，然后就可是我就抱着一个。哎，肯定不行啊！这首歌，因为它好难听啊，自己就觉得写得很难听。然后后来就发给他之后，他回了一个 email 给我，就说：“对，他说 very good， 你能锤。”那我忘了他正确的字眼是什么，反正他就说非常好，那他就对我这首歌很有信心。那这位朋友今天又从香港特地过来，跟我合作了很多年，中间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合作了。那可是这张国语专辑，他跟我就是一起就是也是这张专辑的灵魂人物，他真的帮忙很多很多，所以给很大的掌声。算了好了，谢谢你，真的非常啊！再来，看到他就算了。他真的，他很厉害啊！我告诉你，他有帮谁做？因为他的责任就是帮这个歌手找到他的一个定位，还有就是他的整张专辑的方向啊等等的。然后我第一张 First 也是他有出很大的力。那除了我之外啦，他还有帮陈奕迅，等等，听完才拍手。他还有帮可是你们应该不知道哦，有一些啊，陈奕迅、杨千嬅、瑟凯奇，还有香港的 Cookies 跟 Shine。就是从他，然后还有方大同，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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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人啊，香港最好的 A&R， 耶！真的很开心，因为就是我们从几月啊，反正就今年年初开始，大家都
为这张专辑呢，真的劳心劳力，不是劳斯莱斯，是劳心劳力。然后真的现在推出了，然后大家喜欢吗？喜欢。废话。好啦，可是真的得到很多的很好的 feedback， 然后也真的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因为就是在你知道我在推出这张专辑之前呢，大家是常常说啊，你不要说那么多国语啊，然后也就是叫我不要唱那么多国语歌啊，来演出的时候也是叫我唱粤语歌啊。那可是现在还好吧，就是唱国语歌，还是很近啊。超好听的，超高兴的。好啦，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然后非常谢谢今天没有来的朋友，因为他们都真的有很多的朋友给我很多的鼓励。那我觉得这样子呢，就反正如果卖得好，然后有好的回响的话呢，很快又做第二张的国语专辑。然后就没有国语专辑，因为全部时间都花去做国语专辑。啊？演唱会，小巨蛋，巨蛋，巨蛋，吹！我错，对不起，我做错，反正哦，啊，还有很长的路，很长的路，还要听一下啊。好，等你啊，好，好了，那 OK， 那喜欢粤语歌的朋友。你们有耳福吗？